小孙为什么被称为妇女之友？今天带你们看看，那些找小孙赶海的女人们，究竟能抓到些什么货，能让他们如此开心？保持冷静，保持冷静，你别激动，你激动再弄跑了。这是一个二母蟹吧？反过来看，公的，啊，公的，公的，公的吧，啊，就这么弄吧。哎，有一个，别动，慢的，保持冷静。这是二母的哈，可以，可以啊。有什么自行车了？你别漂，那两个别漂，别人能漂，那两个别漂，那两个刚学会。来，这是不是捡了这虾？捡的是吧？那斑马虾，啊，眼巴草，眼巴草。哎呦我去，这揉揉了三四下，给它揉上来了。那，你这有这啊？哎，钳子拿过去不一样吗？还好戴着手套哈，要不钳子肉了，我去。啊，弄着一个，哎呦我去，捏他大腿，啊，就那个根儿，捏他根儿，大腿根儿，捏他大腿根儿，这样捏他大腿根儿，他就牵不着你了。那再试一遍，我怎么给他扔上去？再试一遍，捏啊，就捏他根儿，啊，就这么弄。那你看，心不甘情不愿的，愣是揉上来了，啊，哎呦我去，这螃蟹遇到我们也是挺倒霉的，说真的。啊，还捞了个大嘎了，可以可以啊！他弄了个赤甲红，他弄了个赤甲红，甩，甩甩上去啊！人呢？摇人啊！桶呢？你看红红红烟啊，高兴坏了，人呢？人呢？桶呢？那，和他一块来的逛街去了，我去，找不着人了，我晕啊！那个，啊。我去，他直接给他往那咬着走，我去，给他颠的晕了，啊，入上去，那你看看，这就是抓这玩意的喜悦哈，哎进去了，看看哈，看那边哈。哎，这是不是还有一个？这个地方我怎么听着吃了？听着声音了哈。哎，在这个位置。啊，我听这个声音吃了一声吗？这个有时候看不清水里，靠声音就可以哈。哎呀，那，是低调，一定要低调啊！你弄不着，一弄着之后一下两只，那我看是不是两只？啊，一下两只哈，人呢？在这儿。他怎么玩开了？他不来给你弄偷开懒了哈。那，这牵手哈，给他个手套，给他个手套，牵着真是牵着好疼哈。还有不是，没事儿，咱的水平基本上都是。累了，你累了不行，歇会儿就是。是呀，啊，他就嫌他小了呗，找着感觉了吗？就荡你一下子，就嘎噔一声哈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啊，上货哈，揉到岸上去就好了，啊，这样也行，他就跑不了了。哎，捏他大腿根儿，都大的让人捞光了。哦，大的，二母蟹。二母蟹最肥的哈，最肥的哈，二母蟹这个肥哈，这么大毁了，这么大弄了可以去卖了，啊，那是不是光说实话哈？那，是虾是鱼啊？我也看不清，我去，你爬它，才爬它才能爬上来了，弄多少？我看一下，三个八爪鱼啊。我了个乖乖，我了个乖乖，你看没有？我了个乖乖啊！你看看，八爪鱼罐里一个八爪鱼，这下边还有个八爪鱼，是刚才逮那个，下边好几只虾。啊，海，哎呦我去，海蛎子皮了，你看还有一个八爪鱼。哎呦我去，他家可以哈，他家可以，螃蟹呢？啊，这边上又弄了一个。
好，这可以清蒸，加上香辣的两个哈。哎呀，我去，行行行啊，恁家可以，恁家可以，这多少个菜呀啊？好多。哎呀，你把虾放里边，我说你待会儿螃蟹给你吃了。我光我看到就四只大虾哈。六七只吧。啊，弄一盘了，这不这五六十只螃蟹是有哈，就这个肥，就这个肥哈，二目蟹肥啊。哎呀，我去，不少不少。